六十秒说车，我是当哥，一手东北人聊聊二手北美车。今天聊利率。很多客人问我啊，三道的买车利率是多少啊？我通常呢会告诉大家5.99或6.99。有些朋友说这太高了啊，某某车行给他2.99或12.49，问 Note 可不可以给相同的这个利率？It's a good question。单哥要说呢，你首先要弄明白一个概念叫 prime rate， 就是银行借贷的基本利率。目前的 prime 利率是3.45%，那么银行会在此基础上加上它的利润，然后再贷给客户。所有低于3.45的利率，那肯定是你在某些方面又花了钱去买，只是你可能还不知道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那么单个的问题是，你想买利率还是想买车？